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哎呀，上一次我们介绍了一本书《不再犹豫》，那时候的疫情还没这么严重，现在就我们的疫情更加严重，我们真是很需要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平安，让我们平安度过这一次的瘟疫。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本书叫做《陪你走过忧伤》。为什么今天要特别选这本书呢？顾名思义你看一看，上一次我介绍的那本书叫《不再犹豫》，这本书是叫《陪你走过忧伤》。上次是介绍那本书，介绍许多许多那些忧郁患者，他们自己的经历，亲身的经历同时也有采访那些专科医生专门治疗这忧郁症的医生的谈论有关这个忧郁症。那这一次呢，特别介绍这本《陪你走过忧伤》，就是一个心理治疗师辅导员做个案。陪伴这些忧郁患者受创伤的人，怎么样走过他们那个艰难的日子艰难的岁月那这本书呢是2008年文桥就出版了。那我最近刚刚读了一遍有惊艳的感觉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打电话给作者的爸爸。作者的爸爸是一位牧师，我的好朋友，我很为他感恩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儿，非常优秀，很金钱，她对人有爱心，她的学养，她的文笔非常好我为她感恩有这么一个孩子那这个作者呢是陈新杰博士他是在砂劳越长大。从小他就是爱中国文化啦。他高三的时候还立志不会到英语国家留学，所以他的出路就是台湾，去台湾深造。那在台湾3年呢，受到留美回来的教授的熏陶那他认为只有到美国才能够学到顶尖的临床心理学，所以他拿到第一个学位之后，就痛下苦功考托福和 GLC 然后去美国深造。开始是在维登大学读书，因为他曾经立过志，不到英语国家留学，所以小学、中学他的英语是考得好，但是在听和讲的能力其实是相当有限的。那何况他还大学又在台湾读，那台湾根本就不是讲英语的环境我们马来西亚还有讲英语的环境，台湾基本上比我们还逊色。所以他虽然考托福啦、GRE 啦考得很好可是去到美国那个环境从日常生活跟人家交谈到听课讨论都十分艰难。那初到美国，求学上已经面对困难，随之而来是什么呢？是交往5年的男朋友，决定结束爱情长跑。人在异乡异国，面对这新环境的挑战，感情上的挫败学习上语言的困难，都叫他真是只有咬紧牙根。靠着祷告，靠着主靠着上帝来走过这段岁月。那作者在美国一直读到博士，他后来也在南加州大学做后博士的研究员。他在美国大学当过讲师那一路走来，自己求学生活非常艰辛从事辅导工作指导学生，人生经验和临床工作的实战经验相当丰富最难能可贵的，因为他是在基督教敬虔的家庭长大，
所以他始终坚持一个敬畏上帝还有服侍人的心啊。他在美国学习各流派的理论辅导理论，但他更有负担，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如何把所学到的各种理论应用在亚洲，因为这是截然不同的，你不能把所有美国西方所学的就照搬过来在亚洲使用，那是有很大的落差的。美国的理论不能够全面搬到亚洲来或者搬到马来西亚，甚至搬到每一个民族，因此针对不同群体必须有所调整。而且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志向，要发展适应本土少数民族的辅导理论近年来呢，这几年它是投入在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的辅导工作。那作者刚刚从美国回来是在吉隆坡吉林大学当临床心理研究院高级讲师。那后来我们中国不是发生这个汶川大地震吗他就辞职跑去中国，他要在灾区里面工作。因此呢，他就到中国的大学教书，然后他就组织了一群义工，那长期在物资上资助那些贫困者，也在灾区中进行这种灾后的从灾中灾后的心理辅导工作当然现在他是回到马来西亚服侍少数民族了。那这是我对这个这个作者好的简单的一个介绍。那这本陪你走过忧伤是他收录了他在美国深造辅导青少年各种创伤、家庭或者被强暴，还有人用性来挽留爱情、婚姻还有事业等等问题造成的忧郁的各种各案例不是每个来辅导面谈都会有完美的结局你要知道做辅导员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情况的。那有的个案他跟你多次面谈之后进行的好好，突然间他爽约不来了从此消失。那有些个案呢辅导了好几次，好像一切都进行得很 OK 突然他要求转换更换辅导员这些变卦对于一个从事辅导或者心理治疗的治疗师都会有挫败感的，都会有打击的，因为你会感到困惑，到底是他的问题呢，还是这些辅导员本身的问题呢？好像借的然后或者借的甚至借的背叛被抛弃的感觉从事辅导人常常会有这样的面对这样的困难这样的挑战。所以辅导员或者是这些心理治疗师他们也是其实上面需要一些督导，需要人协助他们，然后探讨那个因果重新自我调整自己。那身为辅导员心理治疗师也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因此阅读这，如果你要帮助人的话，你不是我们一般人不是专业的，阅读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案例我们看看专业辅导员他这个作者是从一个菜鸟刚刚开始装备，刚刚开始受训练就投入实习以致他慢慢成长。那从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特别是非专业的会有很大帮助。你要协助帮助人的时候，你会从中吸取到很多，看到很多不同的案例这些被接受辅导的跟辅导员之间的那种互动产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况让你要帮助人的时候，你会面对各种问题，你知道虽然不是完全的，但是你会知道如何适应要不然你会常常会觉得被背叛
或者被抛弃啦，或者啊好心没好报啦，狗咬吕洞宾啦，种种你会有这种负，就帮助人反而结果自己啊受到很多挫败，受到很多伤害啊。阅读这本书是很有帮助的。我自己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我也不是搞辅导的，但是这本书我看了啊，我觉得很有帮助。我相信让我们一般的要协助我们身边的人哦，啊，也会知道我们帮助的人的时候，听人家把耳朵借给人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啊列列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适合的，什么是可以讲，什么是不要讲啊。这本书给我们很多这种案例。那么做辅导有许多的困难，比我们想象中的其实是多很多哈、啊、因为会受到各种各样负面的反应啊和打击啊。那么作者还是在比较菜鸟的时候，在辅导过程中啊，因为爱心啊，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啊，你越年轻哦，你的爱心、同情心很丰富，感情也比较丰富，那就会因为同情，那渐渐的把个案当成朋友。啊，他因此他有一个个案，他就常常把书借给那个案，虽然借了，常常借了是不还呐、啊，啊，他也为那个案担心，因为个案的男朋友是吸毒者，而且混在帮派中，啊。跟 个案呢的男朋友是跟他离离合合、啊、一直发生性关系，那个案自以为呢用他的爱心可以打动对方，可以改变男朋友，让他脱离、啊、吸毒、啊、甚至脱离帮派。我们知道这是做不到的，爱情也好，父母也好，友情也好，金钱也好，都没有办法让个吸毒者改变的、啊、何况是再加上混在帮派里面，这更复杂的情况，所以啊、它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呢、啊，就是一个其实就在那边打转，然后每次都回到原点。所以这个个案来辅导了六次啊、第六次的时候，这个作者就忍不住啊、哦、提醒他，不只是一直听他讲，那、啊、也提醒他，那、啊、告诉他啊。因为其实这个个案的周围的人都劝他、啊、断了这段关系，结束 这段关系，因为这是没有结果的，它只是一个循环罢了，只会越陷越深，受创伤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而已。那么作者、啊、这个辅导员就这么提醒他，问他如果继续降下去是不健康的，用不健康的爱情来挽留这个爱情，来留住这段爱情，然后也来自我肯定，这是不问他行吗？啊，会有结果吗？那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接受辅这个被辅导的这个个案呢，啊，下一次他一声不响，他不说什么，然后他就不来了，啊，然后告诉这个柜台的服务员。他要换辅导员，那付出了这么多，换来的是被抛弃的挫败感啊。把个案哦当朋友，其实对整个治疗过程哦是没有帮助的啊。我们听起来是很冷静啊，很无情啊。但这也是辅导员心理治疗师必须注意的啊，正如外科手术的医生啊，他必须冷静客观的看清楚问题，才能够啊准确的切除那些啊坏的细胞啊。那如果一个人渐渐的对个案投入太多了，投入感情当做朋友，其实是啊专业辅导员啊把越了界，越了自己的走出自己的定位，离开自己的定位，然后越过界限，因此是无法客观的看待啊个案的需要 和感受。那这是其中一个例子，那这里面有当然有许多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呢，另外一个个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大概二十年前啊，啊，就是20年之前，然后这作者到中国。还有2个星期的、啊、
辅导工作啊，只是两个星期而已。然后有个女生是超生米啊，啊，我们当然这里不太明白什么超生米，在中国从前是一胎政策，一对夫妇只可以生一个孩子，那生另外一个孩子啊，就是要流产，就是要堕胎，不准生的。那如果敢啊，如果那个村里面发现你怀了第二胎，你而那个夫妇不堕，那个妇女不堕胎的话，那干部啦啊，那个村委啦，就会把你抓去医院那边强行堕胎的。那有些人就偷偷生下来啦，那你偷偷生下来，你会遭受很多的逼迫的啊，政府的逼迫，体制的逼迫。所以这个超生女呢啊，你会受到很大的歧视。所以这个女孩子啊，在当时啊，心理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你受到歧视嘛啊，歧视不要讲中国啦，就是从前啊，新加坡以前也是两胎政策，两胎政策的时候，如果你生第三胎的话，那么你读书你不可以在你的住家的附近，你要调到很远去，然后你要各种罚款、各种费用啊。新加坡现在鼓励多生，但新加坡以前啊，是不只生两，只准生两胎的，那中国只准生一胎，所以这个超生的这超生女她受到很大的歧视。那她接受辅导啊，但是因为陈新杰博士，他只在那边两个礼拜两个星期啊，那他就回美国，可是那问题没有解决，他就跟这个个案通信。那么通信前后两年啊，很长的一段时间通了很多信。有一天他就收到这个啊，这个一封信，这个女的很挫败，想要自杀。那当辅导员就是啊，知道个案要自杀，必须要先分析，第一，他这个是主动的或是被动的，他这个自杀只是一个念头而已，想，但是还是他不但想，而且他已经有计划准备跳楼啦，准备复读啦，或者什么，要分为两个层次的。可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个作者就赶快，这陈新杰博士他就赶快去打电话去联系这个女的啊，因为不能再等那信来信往了。可是对方给他的电话号码竟然是错的，所以他一时没有办法为这个啊介入辅导啊，就是没有办法及时的帮助这个个案。那在 无法可施之下，只有为他祷告。另外他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去无论如何还是写一封信去啊给这个女孩子啊。后来终于他啊，这女孩子有收到这封信。那后来过了 两年之后啊，他再回去中国，特地跑去南京找这个女孩子，特地路过南京一天啊，去见这女孩子啊。这女孩子啊，收到那后来他没有马上自杀，后来他收到那封信，那么对他很大帮助啊。后来他再去南京见那女孩子，这女孩子已经完全脱离那个忧郁症啊。已经准备在读法律系了。那做辅导员、哦、特别专业辅导员，不只是像这位、陈新杰博士、哦、他不改初心、啊、他不只是、一个专业的辅导员 OK 一个小时收你200令吉或者人民币200块或者是多少钱啊，总之你去辅导受专业的辅导，接受专业的辅导你必须付费。那他不只是哦，时间到啊，事情没有解决下次再来啊，你付多少费我就花多少时间跟你讲啊。他不只是这样专业收费而已，他跟这个女生啊的通信是没有收费的，他特别跑去跟这个女生也是没有收费的，都不是，这是除了辅导、哦、除了专业，还有的就是对人的爱啊。那这里边还有一个案例呢，是谈到一个
事业的男人啊，事业的男人啊，然后由太太工作养家，然后男人在家里做家务，就是女主外男主内，这对一般人是很难接受的，一般的男人都很难接受这样的啊。不过看到最近啊，韩国很多这种例子，越来越多妇女到职场工作啊，男的因为收入比较低，就在家里啊做家庭主男或者家庭主公啊。那个个案，那个在美国呢，这也是比较难、比较困难的。你要一个事业的男人，已经受很大的打击了，然后由太太养家，由太太工作，所以也是会有忧郁症。那么有一个其中一个男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很困难，就来辅导。但是啊，每次谈在辅导过程，这个男人都是兜兜转转，总之就是啊不会转了一大圈啊，很难啊，不会进入正题，也很难解他的关键的问题哦啊，很难处理。因为也不太，他不太透露自己的啊关键的问题在哪里，那最后啊才发现他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女主外男主内，其实是因为他跟他的父亲关系，而不是那个事业的问题而已，不是因为他事业的问题而已，而是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他父亲就是要他做个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那么不能够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很坚强啊，不能够这样，不能够那样，是这一个心结哈啊，他父亲的教导导致他不能够接受现在的情况。所以原生家庭有时候啊，表面看似啊是男人的自尊，实际上后面的根源问题是在这个啊原生家庭的问题才是关键的所在。那最后啊，我在谈书中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做辅导哦，啊，特别是家庭哦，我们常常讲清官难断家内事啊，包青天都没有办法来审判我们家庭的问题啊，这个是的确是真的。所以有时候辅导哦，不能够只是啊，夫妻有问题，你不能只是妻子来或者丈夫来谈而已的啊。作者就有辅导一个啊一个妇女，她从啊是从东马嫁到美国去的。她的原来她的这个丈夫是美国，在美国的，已经早就在美国了，然后已经离了婚，然后后来回到东马探亲之类啦，那么就有人介绍了，她就。这个女的就男的其实对女的没太大的意思，但是女的呢却认为自己可以用爱情来征服这个男的，所以无论如何就结了婚，然后她就嫁到美国去啊，嫁到美国去就是不能适应啦啊，就是来辅导，就是很多投诉啦，这样啊那样啊每一样啊啊，讲来讲去就是这个好像都是这个男的不好啦啊，男的对他没有情啦、啊，男的对他没有意啦、啊，啊，这样那样那样。其实，这个后来发现，你的讲话是选择性的，所有这个男的，就他的丈夫对他的关怀、对他的爱、他的家婆对他怎么样好，他通通不谈，他只谈他想谈的东西，他只谈他想谈的啊，方方面面。那么正面的他是一概不谈的，所以在那边兜兜转转、哦啊、问题是没有把整个真、啊、没有把全部的真相透露出来。因此、啊、这样的问题、哦、如果辅导员不小心、哦啊、或者我们帮助我一般的 layman、啊、我们去帮助啊，身边的人哈、哦，那我们也会常常被误导的。啊，在这个在啊，所谓家庭事也好，什么事也好，在家人际关系，真的在公司里面好，
不只是夫妻或者同事之间、下属之间哦，听片面之词啊是非常危险的。常常啊，你的上司、你的下属啊、你的朋友来跟你讲的时候，他通常都选择讲他要讲的，他不会讲。一般上有很多情况都不会讲前面的，他只讲他这一面，他不会讲另外一面，或者他选择整件事情有十个 point， 他只跟你讲七个 point， 另外三个 point 是很关键，他却完全不提。所以啊，在辅导帮助人的过程啊，会啊要非常小心。那这本书里面有许多的个案哦，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这些个案都是啊非常好的参考。那我们不知走入误区啊，走入啊进入那个盲点啊，在我们帮助人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帮助到人，而不会受骗或者上当，不是故意，当然不是故意说他们要上当，他们要伤害我们这些从旁协助他的人啊，在增加我们的知识，让我们啊遇到啊吃力不讨好，或者甚至感觉到被挫败或者被伤害的时候，我们知道可以坦然处之啊。这本书的许多例子的说明啊，我觉得对我们这些 layman 啊，我们不是专业的人啊，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好，我就啊，我们啊，文教辅导社啊，也做了许多这样的工作哦，啊，但是我们在报纸，从前我们在报纸啊，有很大量的那个辅导信箱专栏，在电台、电视都有节目，我们有面谈，有热线，有各种辅导课程，有各种培训，但我没有负责，我都是我们辅导部的同工在负责。啊，对辅导我完全是可以说是外行，所知非常有限。但是我读了这本书哈，我真的是很感动啊！做辅导不能只是专业，不能只是冷静，不能只是一个小时一百零几、两百零几而已。你真的对人是要有那爱心的，不是付费处才处理的啊！啊，这本书的作者啊，就有这种又专业。是专业的辅导治疗师，是啊教授啊，但是他做的哈、啊，他真的是陪你走过忧伤啊。如果我们有心帮助人啊，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这本书是很有参考的价值。好，我的啊分享暂时到这里，我们要来问啊，我们啊要请我们的嘉宾哈、哦、啊慧晶啊慧晶。他原是啊《新竹日报的》的啊记者哈、啊，从啊以前，那么现在他是在这个啊新加坡，他远嫁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做啊是一位啊家庭主妇。那我这时候我想要问问慧晶哦，啊你自己有没有受到这种创伤啦、啊，以致要忧郁的情况呢？有没有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人生啊，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啊，如意的事啊才一二不了，也就是到20%是如意的，不如意的是80-90%。那你在啊、做记者啦，啊、做家庭主妇啦，各种无论是任何一个身份啊，做学生、做儿女啊，都会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情况挑战啊？问题严重到哎呀，忧伤、悲伤，以致要忧郁呢？是，文子弟兄，大家好，感谢主哦。个人是没有类似的经历了，因为我的个性都是很大啦啦，就是就是像圣经像讲的，今天的忧伤就让这个不用明天耽搁，就是好像花。天上的鸟儿啊，地上的花朵啊，都没有担心忧伤什么了。我觉得感谢主，我的父母让我个性比较不会太陷入那种忧伤。即使我面对很多挫折或者什么苦难考验的时候，我觉得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因为我妈妈车祸去世，可是我们整家人的感情都很好，然后我们就很快就从这种事故中复发。妈妈也去世整10年了。不过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虽然我个人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因为我们小组曾经有协助过这样的需要协助的，我就分享一点一些
经验给大家看。然后这个事情坦白说我们不是很好的见证，因为到最后并没有 happy ending。 我们想要帮人的就是他有这种家庭的问题，这种经历，到最后把我们就好像王子弟兄刚才说的，我们并不是专业的人士，我们也不具备那个辅导的条件，可是我们就本着一个基督徒那种想要协助教会姐妹的心呢，就奋不顾身的把自己放进去，然后到最后赔了进去。然后我想这个怎么用如果我现在看了这本书，我想说我会以更好的一个角度从旁协助。这个经历是怎样的？我们是一个夫妻小组，年轻的夫妻小组，大概有3到4对吧。然后在教会的介绍之下呢，有一位姐妹呢就加入了我们的小组，那也是10年前的事情了。然后这位姐妹呢，她很年轻，然后跟不同的男朋友前夫生了好几个不同爸爸的孩子，然后她很需要我们在金钱上的协助，在灵命上的协助。她虽然从小是基督徒，可是并没有定时的去教会。然后我们一开始很关心这个姐妹，可是到最后的状况是她给了我们很多这种我不能说烦恼，可是因为我们是有上班，然后那时候孩子也还小，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就是凌晨2点我们接到这个紧急求助的电话，她应该是怀孕了，可是她想要自行堕胎，因为她没有能力。哎呦，对，然后他大出血，然后因为我们其他的几个 couple 都没有办法协助他，我那时候我孩子才几个月吧，刚好我跟我家公婆住，我就马上叫我老公起床，我们把我们的小孩子交过我们的家公婆，我们就凌晨2、3点赶去他家，把这个嗜血的姐妹呢送去HKM。然后你知道就是那种兵荒马乱，感谢 HKM 也有这位所谓的辅导员，然后听说他出院，后来因为我们毕竟还要上班，我们大概也就陪了一下子，我们就回去了。然后听说他住了院几天，他没有能力给复院的，还是要上千令级。然后我们陪他去找辅导员，就社工问能不能分期付款，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不能一直长期帮他付费，就是能做的我们做，可是不能做的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听说他出院的时候，他是跟医院达成协议说分期付款，可是后来他可能又有自己的困难，他就这样消失不见了，也不跟我们联络，也不来我们的小组了。所以这也对我们是蛮大的打击，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人家走过他的忧伤，然后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提早看这本书的关系。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有看这本书，我们会想出很多解决的方法，而不是一头热的这样。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分析。非常谢谢非常谢谢慧晶姐妹其实在做辅导的过程中，尤其是我们这种 layman 各种奇难杂症，我们真是很难应付的，常常会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也超过我们的能力的。我想作为 layman 我们尽心尽力就好了，没有办法无止境的就是说无止境的陷下去是不能的，但是尽上我们的心力就我觉得就问心无愧了。更深一层的他还是一就是他自己，还有另外就是他那个寻找专业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技术时间精力金钱通通都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够在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力量而已。那至于其他的真的是要专门的社工或者辅导员才能够有更妥善的处理。我们通常能够应付的是比较一般的，太棘手的太复杂的真是需要有足够的装备的，那足够装备足够信念的专业的辅导员才行的。好除了那就是你这过后还有其他的经历吗？除了那一个是王子弟兄，我在想
如果我提早看了这本书、啊、就是提到就是说会如何帮助他们，当然你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不是辅导员、哦、然后我要借用这本书的作者陈行杰博士、哦、他在多年前呢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有给个六个 tips、哦、啊，我现在四人牙会借用他的一些 tips 啊，然后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就是我先把这六个 tips 讲出来，等下我们再一一的分析一下。它叫听而不断啊，第二个是言之有物，第三是连而不滥，第四是助而有度，第五是不耻下问。第六个是平时我们说的锲而不舍，可是他不是哦，他是说要锲而有舍啊。这六个由这个作者所提出来的这个tips 呢，到底是说什么了？他说我们说我们帮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哈，我们不是专业的辅导员，可是我们陪伴他们的身边。他说你要帮人呢，最重要有三样东西：你要听，你要看，你要有心。那怎么说叫听而不断呢？他就说你不论断，你要听他的故事，他为什么忧伤，我们要耐心陪伴，然后不要急于论断，就是说啊，你家庭适合你夫妻关系不好，一定是你太不尊重你老公了，我们不要这样论断他。然后他说什么叫言之有物呢？他说我们给人家建议要有智慧，然后要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不要劝和不劝离啊，我们夫妻关系说哦，他对你这样不好，好了，你就建议他这样哦，我们不要乱就是随便的给所谓的建议哦，说不定越帮越忙哦。再来就是说他就觉得啊，这个我也是蛮认同的，不管对谁，他说要连而不滥，他说我们要有怜悯的心，可是不要滥情啊，毕竟对方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哈，你不可以奋不顾身的这样投进去，就是说太滥情了啊，这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哈。第四点，他叫助而有度啊，这个也是这个我们的例子，刚才的例子就是我们助而无度了，我们凌晨也飞车过去，这样搞到自己身心疲累。他说你要设下界限。不能奋不顾身，怎么说呢？哎呀 ，again， 就是说，我们不是专业的辅导，我们帮助亲友，你要知道自己，所可以做到的第一步。例如说，对方向你寻求金钱的援助，那你不能无止境的，他这次跟你借1000，下次跟你借10000，你就是要有一个底线。我们就是可以帮他，可是可能不要涉及金钱上的东西。再来是不耻下问，对啊，因为。好像我刚才说了嘛，我并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那我要帮他，我到底要问谁呢？那如果是专业的辅导员，他可能还可以问同行，那我能问谁？我可能要问教会的长者，我要问身边有这方面的经验的人，所以我要去问，我不能说就不理了这样哈。最后一点啊，我觉得也蛮认同的，他说要锲而有舍，然后怎么说呢？他就说要懂得放下。他说到最后那是别人的事情哦，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理别人的事情，可是我们也需要让这个求助者，他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要有他自己的空间。因为事情不是说今天我忧伤我忧郁，我今天听了我陪他，他明天就会好了，他可能需要去看医生，可能要吃药，然后他需要一段的时间，他需要一点空间。你太过关心他，可能觉得你很烦什么的，所以你可能需要给他一点空间跟时间，让他去独立，让他去成长，然后中间你可能就是陪伴他。然后他这个作者他说这个界限呢，这是有门的墙。怎么说呢？就是说那个墙你要去帮助他，你要懂得开门进去，可是他不需要你了，你可能也要懂得开门，你要出回来。然后我在想这个作者他的这个我有预先先看了这本书他就网络上就他说我们现在社会啊很难找到这个心药去治心病。很多人说心病是文明病嘛哈，文明病哈，可是这个心病很难找到心药。那我就想到一句我们很常说的话，就叫做心病终须心药医哦，解铃还是系铃人哦。就是说我们陪伴的，我们做辅导的或者什么的到最后还是那一个人哦，他自己本身哈。那我们要怎么让这个
心病解除呢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心灵的好朋友了。那这个心灵的好朋友可以是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配偶啊，我们的朋友啊，然后最后谨记着这种所谓的友谊啊，这种每个人对你的这种帮助啊，其实都是前提是你之前要付出的哈，不然就是如果你平时都是孤单单一个人，真的等你有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也没有朋友家人教会的人来帮着你啊。然后我想说这边给一个结语，就是说圣经上有说哈，箴言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希望每个人都有一颗喜乐的心。好，谢谢我们，谢谢金姐慧金姐妹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好像也过了一点我最后讲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那真的我们帮助人特别刚才提到金钱的那一方面，有些人他就会利用你的爱心来骗，甚至来 take advantage 有些甚至来到一个地步，我讲的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是骗有一个人他什么离婚啦生意失败啦，走投无路啦然后他就来向求助啦，特别是就像因为他来到教会嘛，就找到基督徒又有爱心去帮助他，那么后来发现他是表演的他突然间打电话来，因为有人关心他，就打电话来讲他现在要跳楼了什么什么因为欠了一大笔债就是有一大笔寄款现在要还没办法还，所以拜拜了，我现在要跳楼了什么什么大家就去接到电话呢，赶快去帮助他啦，然后就劝他啦，然后就帮他还债啦。他会一次那个结果是，他向不同的人下手所以求助的话，特别来到金钱的时候，我们这些要帮助人的要更要格外小心，因为他不是像一个人，他会像几个人表演不同的情节，总之就是要生要死啦骗取金钱。所以刚才慧琴姐妹讲的这个在金钱方面不是不可以帮，不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但是要看情况，特别是数额很大的话就要特别的小心好，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里。那请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下面你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下面有电话可以跟大家联系，我们也想尽量任何人有需要，我们也想尽我们的力量了。虽然我们不是完全，不是完美，不是一定可以完全的帮助你，但是我们愿意陪你走过忧伤，陪你走过你的困难。好，谢谢大家，上帝祝福你，拜拜。